小朋友，欢迎来到江苏省名师空中课堂。我是来自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的陈贝贝老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江苏凤凰版少年儿童出版社音乐二年级上册第四单元的内容。小朋友，你喜欢外出郊游吗？今天我们就要去一个无比美丽的地方郊游啦。你听，这是什么声音？对了，这是火车启动时发出的汽笛声。你能模仿一下这个声音吗？呜呜，空气空气。小朋友，让我们把嘴巴张得圆圆的，打开口腔，声音位置再高一些，就像这样。呜呜，空气空气。再来模仿一下吧。呜呜，空气空气。让我们跟着音乐模仿火车发出的声音，开启我们的音乐之旅吧。小朋友，今天我们要学唱的歌曲就叫《火车开啦》。这是一首非常好听的匈牙利儿歌。请你系好安全带，朝着我们的目的地继续前进吧。哆哆咪哆嗦嗦啦嗦发咪瑞哆。哆哆咪哆嗦嗦啦嗦发咪瑞哆，发嗦啦啦哆西啦嗦，哆嗦咪哆嗦嗦啦嗦发咪瑞哆。小朋友，乘在火车上感觉怎么样呀？这一路上还真是有点崎岖不平啊。火车开呀开呀，我们一共经过了四条道路，仔细瞧一瞧，哪两条道路的坡度是相同的呀？歌曲开始的两条道路坡度完全相同哦，你发现了吗？小朋友，伸出小手，跟着小火车走一走这条路线吧。哆哆咪哆嗦嗦啦嗦发咪瑞哆，你能用嘟磨唱一下这条旋律吗？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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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唱一唱歌谱吧。哆哆咪哆嗦嗦啦嗦发咪瑞哆。小朋友，请你再仔细找一找，歌曲中有没有出现与这句相似的旋律呀？原来是最后一个乐句呀。你看，这条道路像不像在过山车呀？请你伸出小手，一起体验过山车的感觉吧。哆嗦咪哆嗦嗦啦嗦发咪瑞哆。小朋友，请你对比演唱这两个乐句，找一找它们的不同之处在哪里呢？原来两个乐句的不同之处在第一小节呀。小朋友，放慢速度，带上科尔文手势，让我们唱一唱第四乐句第一小节的歌谱吧。
哆嗦咪哆。现在请你加快一点速度，尝试完整演唱第四乐句的歌谱吧。哆嗦咪哆嗦嗦啦嗦发咪瑞哆。小朋友表现得可真棒，瞧，歌曲的第三乐句节奏发生了变化，听一听它和其他乐句的节奏有什么不同呢？这句的节奏明显变得疏松了，一起唱一唱吧。发嗦啦啦哆西啦嗦，小朋友的声音真优美。下面请你仔细聆听歌曲，听一听歌曲表达了小朋友怎样的心情呢？歌曲风格活泼欢快，表达了小朋友出游时特别愉悦的心情。小朋友，你听出歌曲中唱的最多的歌词是什么吗？对了，是咔嚓咔嚓，这是个特别生动的拟声词，模仿的就是火车前进时发出的声音。这是一首二拍子的歌曲，你能按照歌曲节奏朗读歌词吗？火车开了，咔嚓咔嚓，火车跑得多么好，火车司机开着火车，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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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前奔跑。小朋友读得可真带劲儿呀，让我们跟着音乐轻声哼唱一遍歌曲吧。小朋友，请你选择一下，我们应该用怎样的声音演唱这首歌曲更合适呢？是轻巧弹性的声音，还是舒展连贯的声音呢？对啦，如果我们用轻巧有弹性的声音进行歌曲演唱，那么听起来一定会
更快乐，更带劲儿。下面请你调整姿势，打开口腔，加入歌词，唱一唱吧。小朋友，刚才的演唱速度稍慢，请你仔细想一想，你觉得演唱这首歌曲时，用怎样的速度和力度更能表达出我们出发郊游时无比激动的心情呢？仔细听，老师的演唱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咔嚓咔嚓，火车开了，咔嚓咔嚓，火车跑得多么好，火车司机开着火车，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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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前奔跑。小朋友，你听出速度和力度的变化了吗？对了，速度更快了，力度由弱到强，仿佛火车离我们越来越近了，让人更加快乐，更加兴奋。你能尝试用拍手的方式表现出力度的变化吗？注意，一开始要控制力度哦。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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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车开啦！小朋友，带着最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再来唱一唱歌曲吧。小朋友，你还记得火车发动时的汽笛声是怎样的吗？一起再来模拟一下吧。呜呜，空气空气。你能尝试跟老师合作演唱歌曲吗？就像这样，你可以选择演唱歌词，也可以进行拟声伴唱哦。小朋友，带动你的小手，让我们再一次转动车轮，直达目的地吧。呜
火车开了，咔嚓，火车跑得多么好，火车司机开着火车，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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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前奔跑。呜起，小朋友，我们终于顺利抵达目的地了，好美的风景啊！让我们尽情玩耍吧。今天的音乐之旅到此结束啦，小朋友，再见。